在前天里面呢，我们学习完这个统计方法之后呢，下面有这样一个练习。这个练习是什么呢？对于一组电影，如果我们想要统计 rating 或者 runtime 的分布情况，该如何处理这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也忘了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把数据呢放到这里来了。我们打开一下。我们新建一个 PY 文件，我们读一下这个数据，让大家看一下样子是什么样子的。这是124。首先 ，import pandas 儿子 PD， 选项环境，那么也是一样的 ，file path 先给它指定一下，对于当前节点下的 IMDB 杠。Movie， 当 data 和 CSV， 把它 PD 点 read 然后 DF 对应它，然后我们看一下 DF 点 head 一 print 一下。然后 print 一下 df 点 info， 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行数据，银河护卫队这一条，银河护卫队这一条，这里面呢有这样一个 runtime， 就是电影的持续时间，对不对？还有一个 rating， 就是电影的打分情况、评分情况，对不对？然后这下面呢是它的一个简要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下。rating 情况是1000条，然后呢 runtime 呢也是1000条，所以我们来获取这两组数据的分布情况的话呢，是不会有缺失的，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去进行 file only 的这种操作。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是什么呀？分布情况进行呈现，对不对？问题。这个是应该怎么做呀？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图形来展示这个数据呢？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图形？这是问题，我们非常清楚了，对不对？那选择图形，选择什么图形呀？分布情况。昨天不是刚跟我讲太简单了吗？讲的简单了吗？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不会了呢？分布情况我们前面说了，我们四种图形，对吧？折线图体现变化，散点图体现 X 轴和 Y 轴它们之间的关系，条形图统计离散数据，直方图统计连续的数据，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分布情况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前这个电影它的时长是121，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电影它是有80分钟的，也有150分钟的，那我们想要知道80到90这个电影有多少个，90到100电影有多少个，100到101电影有多少个，对不对？我们可能想做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就是它统计的分布情况，对不对？那刚刚所说的统计是每个区间不同区间里面电影的数量，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呀？是不是进行对连续数据的统计啊？这个时候应该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是直方图，对不对？就是直方图。那么有了直方图之后呢，下一步我们就要准备数据了，对不对？准备数据怎么准备啊？首先我们得把这，比如说我们要分析 runtime 这一块，我们是不是先得把它取出来呀？对。啊，取出来怎么取呢？比如那个 runtime data 等于 df， 然后取它这一列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呢？
与他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类型呀？ Series 类型对不对？点 Values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把里面的值给取到来？它值是一个什么类型啊？ ND Array 这种类型对不对？还记得吧？肯定是 Pandas NumPy 里面的 ND Array 这种类型，就是一个多维数组对吧？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只用绘制这个多维数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Max Runtime 等于什么呢？ Runtime Data 点 Max 对不对？然后还有 mean 对不对？等于 runtime data 点 mean。然后呢，我们再要算一下什么呀？算要我们要再计算组数，对不对？那组数应该是最大值减去最小值除以什么呀？组距，对不对？那我们最大值就是 max runtime， 然后最小值呢？然后除以，比如说我们十分钟作为组距，对不对？统计一下，从90到100、100到110这种方式来统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绘制了，对吧？就是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plt。那么首先设置图形的大小 plt。figure 对不对？那 figure size 对吧？28 LTPI 对不对？等于80。然后 PLT 点什么呀 ？Hist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 runtime data 传进去，对不对 ？runtime data 还有什么呢 ？number bin 传进去。然后呢，我们再 PLT 点 show 对吧？Python 配置124，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关于下面这个 X 轴这个地方呢，肯定我们要做一些处理，对不对？要做一些处理。我来看一下，当前这个图形呢。好像看起来还是差不多的，其实我们可以再稍微的把它画的更小一些，多，比如说让这个组数呢再翻一倍。我们之前用的10作为这个分钟，对吧？我们可以选择用5来作为分钟，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地方打印给它去了，不要这个打印。那我们还可以来 print 一下这个 max runtime 减去 min runtime 是多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呢，它刚好的差呢，它们差呢是125，对不对？对。所以我们通过5来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吧？那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再来绘制一下 X 轴的这样一个刻度，对吧？啊，对。X 轴刻度要怎么绘制呢？就是 PLT 点 XTX， 对不对 ？XTX 传什么呢？最大值、最小值加上波长就好了，对不对？就是 range 什么呀 ？max runtime、min runtime 传进去就好了，对不对 ？min runtime、max runtime，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组距，对不对？组距就是5，对吧？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加上5呀？加上5，最终的这个 max runtime 才能取到，否则的话它是取不到的，对不对？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就这个样子，来你看一下，大部分数据呢都是集中在91到多少呀？121中间的，是吧？91到121，大部分数据集中在这个区间里面，差不多都是100分钟左右，对吧？或者说110分钟左右集中数据比较多，所以这是电影的时长的一个统计情况。那么大家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可以干什么呢？把这个代码稍微改一改，只用改一下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这个打分的情况给整出来了，对不对？ rating 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去尝试了。当然了，我们直接把这个 rating 复制到这里也是可以的。来看一下，那 rating 复制到这里的话呢，可能我们这样一个步长就要变了，对不对？我们之前是用五，那大家就知道这个打分呢，它是从零到多少呀？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用一个零点多少可能更合适一些，比如0.5，对吧？可能更合适一些。这样呢，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后面的这地方写错了哈，这地方就是加0.5，对不对？完了，步长是0.5，但是其实没有0.5这种步长，对不对？那没有0.5这个步长怎么办呢？怎么办呀？就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杠 x 等于 list range min runtime， 同时扩大两倍，可以吗？可以。max runtime 乘以二，从这个区间到从这个乘以二的区间到这另外一个乘以二的区间。然后乘以二之后呢，步长为一，可以吗？步长为一好像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下，都乘以二之后，其实整个图形呢它是往右移的，对不对？往右移的，但是我们不想让它往右移，我们只是希望它还在原来的位置，只不过这个步长呢能够变成0.5，对吧？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for i in 杠 x 除以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ist range max runtime 到 min runtime 的这个值是多少。看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杠 x 是多少，这个地方杠 x，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杠 x 是多少。那做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这里除以二之后呢，有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我们把这下面的给它注释掉先，不让它受了。这地方报了一个错误。啊。这个它由于是一个浮点数，是不能使用 range 的，对吧？那对于它这个浮点数不能使用 range 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它乘以十，对吧？到时候再除以十就好了。但这个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太麻烦了。让我们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写个循环就完事了吧。对，写个循环，然后呢，我们先自己整一个列表，比如杠 x 等于空列表，然后我们写个循环，比如什么循环呢？就比如说 while 我们先写个 i 等于就是 min runtime， 然后呢 while i 小于等于 max runtime， 对吧？我们再加下的步长就好了，就是杠 x 点 append。我们先把这个 min runtime 放进去哈，这 min runtime 就不加了， append 什么呢？ i 加上 0.5，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了呀？我们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那是不是这里变成加 i 就可以了呀？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么到这个程序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杠 s 里面是不是就有了从最小值到最大值的这样的一堆加 0.5 的结果呀？当然了，也是为了让它能够取到 max runtime， 我们需要给它加 0.5， 对不对？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啊？当然了，这里是有两种可能的。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max runtime 刚好是加 0.5 能够取到的，我们就不用在后面加 0.5。 如果 max runtime 我们加 0.5 之后它刚好取不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加，但这个事情呢在这里是不确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尝试一下来确定一下它就可以了。
杠 S。给你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warning，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warning 呢？ Use a long 非整形的 number instead of an 整形的 will result an error in the future。 在未来我们使用小数可能会带来错误，相比整数而言，就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的情况呢？因为我们这里把这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直接这样除以 0.5 的时候，可能它并不能图断，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什么。最大值和最小值是 7.1， 对不对？我们刚刚看了这 7.1 的肯定是除以 0.5 除不断的，对不对？所以它这种错位呢，我们是需要调整的话可以怎么调整呢？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的方式，我们可以使用列表的这种方式来给它设置一个组句，列表吗？记得明白吗？就是前面，比如说前面这部分呢，我们首先确定好要把这个图形呢分为多少组，比如说我们要分成20组。那20组的情况的时候呢，最开始我们可以对前面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一部分呢比较小，数据比较少，对不对？我可以把前面的这样一个 1.9 到 3.4 的这部分，或者 3.5 的这一部分呢作为一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组距就是什么呀？ 3.4 减 1.9， 对吧？那我们再把后面的数据呢再分为19组，对不对？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现在在设置这样一个，这个时候传这个组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就不能传这样一个数字了，而应该传一个列表，对不对？那列表该怎么造出来的？如果就拿当前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1.9 到 3.5 的状态， 1.9 到 3.5 的状态好像是非常小的，我们可以把它做一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组距就是 1.6， 对不对？那后边数据我们要分成，就比如说这里分多少组呀？1 2 3 4 5 6 7 8 9 10 11，分成11组。那后面呢我们把它分成10组，是吧？那10组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算一下最后面这个值到前面这个值，我们可以把它按照多少组群来进行划分，对不对？可以来统计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来可以把这个题目呢再重新念个 PY 文件，那就是配几124。之前呢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应该逃避，对不对？我们应该来尝试着解决一下。但是我们思路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number bin 这个地方呢不再像这样的进行计算就好了。我们去做一个 number bin list， 对不对？ number bin list 首先它可以有一个值，这个值呢这个组距呢都是我们自己设的。首先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它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它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什么。9.1 和1.9.0，对不对？ 1.9 和 9.0， 我们可以通过前面这个图形能看出来，从 1.9 到 3.5 的这个阶段可能它的这样一个数据呢不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一组，对不对？那设置一组的话，它的组距我们刚刚也知道它是 1.6， 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 1.6 放进来。那 1.6 放进来之后呢，后面它其实还有数据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数据啊？还有10条，假如还有10条数据，那就是从3.5 一直到 9.0， 对不对？那 3.5 到 9.0 可以分成多少个5呀？ 9.0 减 3.5 等于多少呀？ 5.5， 对不对？可以分成11个 0.5， 对不对？那我们后面只用加11个 0.5 就好了，那这就是它的组距了，对不对？那就是怎么加呢？ number bins list 等于什么呀？ 1.6 加上0.5乘以11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可以把它放过来了呀？就这个样子哈。那它前面的组距呢就是前面第一个数据的组距是 1.6， 后面全部都是 0.5、一共分为12组，对不对？那分为12组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哦，我们执行错文件了，不是执行当前文件，我们当前文件是124-2。你翻译，这刚才出来的吗？Beans must increase emotionally.他说意思，这个意思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病呢必须是增长的，不能够下降。我查一下啊。我看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单调增长，单调的，但我们是单调的呀。单调意思就是，要么只增，要么只涨，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单调的意思，只增只涨，要么就全部都增加，要么都全部都减小，理解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umber beans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Number bin list 应该是单调的呀，1.6最大，后面全部是0.5嘛，是不是？1.6全部后面全部是0.5，单调的增长 increase emotionally， 对不对？他的意思是应该是单调的增长，不能单调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调整一下，对吧？那这时候怎么调整呢？那我们把前面都置为，前面十二个都置为什么呀？0.5，前面十二个置为0.5，那后面最后一个置为多少呀？啊，不能这样做，对不对？它要单调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把前面的全部置为0.5，那么后面的置为多少呢？前面置为十一，刚刚就是11个1.5，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写12个1.5，那最后一个给他一个1.1，是不是可以的呀？加上1.1哈。那我们给他13个0.5，最后给他0.6也是可以的，对不对？0.6，如此来尝试一下，大家明白在干什么，对不对？它的最大值是9.0，最小值是1.7，对吧？那么刚好把这个数字放到中间，应该是能够除断的，能够均分的，不是均分，能够分开的。那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看结果。然后他又提示我们必须单调的下降，那就完了，对吧？刚刚提示只能单调增长，又提示我们只能单调下降，我就没有数据了，对不对？都没有数据了。Written number activities， 我们把 activities 去了啊。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方法，看一下这个 beans 它是什么样子的哈。这个地方它之所以没有出来数据的原因，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传的并不是它的组句，而是真正的下标范围。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可能并不是组句，而是下标范围。所以在后面前面你确实我们可以确实可以写一个1.6，但是后面的话呢，我们应该写2.1，2.1再加0.5，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应该去尝试着去改一下。那尝试改的话该怎么改呢？如果说我们第一个确认0.6，
那么后一个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加上 0.5， 这事情要怎么做呀？是不是 for？ 我们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啊？第一个值是1.6，后面每个值在前一个值基础上加 0.5， 怎么做这个事情啊？我个人是非常恶心写这种威尔循环的，对吧？感觉一个代码非常响亮，写威尔循环在那儿。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列表推导式能做这个事情吗？是好像是做不了的。那我们简单的先写个 where 吧，简单先写个 where 哈。 where 什么呢？ where i 小于等于 9.0， 就是最大的这个值的时候，我们最小的 numbeans 里面呢就只有一个 1.6。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次在它前一次基础之上呢，加个数字进去，对不对？那么我们先让 i 等于 mean runtime， 对不对？然后呢，当它小于等于它的时候呢，我们让大家说不是的话就自己写一下嘛，对不对？不要指挥我，我先写，错了再改，对不对？我们先写哈。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 i 呢，它是最小的那个值，我们先把它已经放进去了，对不对？然后就是放的是 0.6， 然后呢我们 i 要加上什么呀？加上什么呀？是不是加 0.5 呀？那加 0.5 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 i 呢它其实是 1.7 最小的，对不对？啊，1.7 加 0.5 等于什么呢？ 2.2，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把它改成 1.6， 对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beneath 这 append， 对不对？放进去。然后呢，我们 i 这个实际上再怎么做呢？在后面或者 i 在前面就加等于，对吧？ 0.5。 那这个地方我们只用放 i 了，和之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我们 numbeans 里面就是 1.6 2.1 这样一个结果，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什么样子的。1.6 加上 0.5 2.1， 这个结果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对，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事情呢可以先放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下课的时候呢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要怎么绘制可以更好一些。不是我们的刻度不一样，大家没有发现它并没有把前面的那一部分放到一起来显示吗？对不对？它并没有把前面那部分呢放到一起来进行这个显示，所以说我可以下底下下课的时候再看它的文档，关于这个 beans 那个参数到底表示是什么。好，这个先放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往后看，在这里呢还有这样一个思考，大家可以先看一下。